因偶像练习生被选拔出道的九人男子组合 9% 人气大涨。近日他们在国外环球影城游玩时却被路人错认为韩国组合，成员蔡徐坤则自豪回应称 9% We are group, we are Chinese。 网友们纷纷点赞表示，最棒的蔡徐坤，正能量偶像男团 9% 蔡徐坤未来可期，心中有国，胸中有团，眼睛里有自信的光点闪烁， 9% 棒棒的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